唱歌散火是骗局的一种，等我告诉大家是什么来的。唱高即是做事集团开设多个人头证券户口，制造活跃的交易表象，在低位逐步买入一些流通量低的细价股，令到股价上升，之后就会冒充投资大师吹捧那一只股票，我称有必赚的内幕消息，吸引更多市民入市之后，做市集团就会在股价的高位散货，大举卖出手上的股票，令到股价急泻，跟风的股民就会血本无归了。所以不要随便相信投资贴士，其实买股票前最重要做足功课，留意证监会网站的警示名单和股权高度集中公布，千万不要盲目跟风。